好，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个动作之前呢，我们现在让大家哈来，那个雅萍你来带我们做自由基一下哈。自由基，自由基就是要，将我们那个身体 ATP 产生的副产物自由基排出我们的体外，这是很重要，因为这个是真的也很感谢这一次319的讲座，因为那天我在找。然后我就想到说，自由基到底是什么啊？我虽然上了几次课，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我就打了自由基三个字，然后就看到一个王医师，他也是像这样子啊，然后在帮一些那个法师上课，然后他就有讲到说自由基是什么，然后我就看了一遍，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就是我们身体产生热情。可是它会有一个附加产物的，可是这个产物对我们来堆积在我们的细胞里面是不好的，我们要做一些运动功法将它排出我们的体外。好，那我们那请大家起立做这个自由基的时候，我们要将双手举直在你的那个耳朵双耳的后面，我们请那个纯起可不可以上来一下？好，纯起你可以请上来一下，我请我的姐姐来做 model， 就是你的双手要举直，举在阿爸你来讲，就是。双手要举直，然后打开你的横膈膜，好，然后手可以，你可以这样，像染色体交叉，或者是食指紧扣，好，会做禅心手的也可以做禅心手，这样子，然后再接下来的话是要左右踏步，可是这个重点在要推这个髋骨。左右的髋骨要髋关节要这样子左右推，靠这个动能去产生这个热能，然后将你的自由基排除。要左右踏步，然后对，然后一样，提肛，舌顶上颚提肛，然后面带微笑，口念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这样子。好，那我们开始哦，双手举直在耳后，然后开始做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三，阿弥陀佛四，阿弥陀佛五，阿弥陀佛六，双脚可以举高一点，然后你的那个屁股要左右的推动，不是只有这样子摇哦，要左右的推动，慧真妙真，要像这样子左右的推动，心搏，大家都没有，今天大家都没有热情起来，心搏，赶快口诵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专注在你的，在专注在每个当下，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老师，救人哦。好了，来，我抬起来，为什么今天把髋关节推出去？来，一定要记得哈，刚刚哈，我们的雅萍带的非常好，你看哈，现在纯起在扭动，这个是有个髋关节，这边就是我们所谓的干细胞啊，所以你扭的越大，你看一下雅萍这样子，对你扭的出去，对你扭的出去，对才有办法，而且这横膈膜这边就会开了，这里，对，这边你一定要会开，对，因为我们的废物都堆积在这里。所以这边有很多的自由基，你要想要健康，可是它又会出来会堆积，所以你要配上喜乐，不能这样子哦，很烦呢。这样子我跟你说，自由基哈跑了老半天哦。对你虽然有运动有效果，可是你身体都是毒素哦。你要一边做呢，可以说哈，好棒哦，可以这么健康，人生怎么会这么美好？是这样子的。同样一个意念，我们的语言区跟我们的大脑颞叶区就不一样，所以你看现在纯起那个脸上绽放的这么喜乐，你看那个雅萍那个心念呢是这么赤子波波哈，那个就是一个什么？我们纯净的人，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做自由基，在家里呢36下。
我们在家最好是35分钟，你就可以排毒了。但是你刚训练的时候，第一次你这双手呢，一定要记得手一定要举到耳朵后面。对，好，做完之后呢，不要急着下来。我现在请纯起来做一个示范哈。好，来麻烦一下，我们做体侧神经。好，现在请纯起。比如说我们现在35分钟了，好，手不要放开。好，来开始。好，往左边。好，我们口诵。口诵阿弥陀佛数十下，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三，阿弥陀佛四，阿弥陀佛五，阿弥陀佛六，阿弥陀佛七，阿弥陀佛八，阿弥陀佛九，阿弥陀佛十。好，慢慢回正，再换边，然后换右边。阿弥陀佛一，对，尽量哈，你一定要拉侧体侧，一定要拉开。对，你这样子才有知道你的读数有排出来。阿弥陀佛五，阿弥陀佛六，阿弥陀佛七，身体会酸麻痹，有痛。阿弥陀佛九，阿弥陀佛十。好，回来之后往前面，将我们的脊椎尽量往前拉直，往后推，一节一节的起来哦。啊，头往前往上。十下，阿弥陀佛一，颈椎对拉开，阿弥陀佛二，对，像亚萍这样子尽量拉直，对，很好，对。阿弥陀佛四，阿弥陀佛五，阿弥陀佛六，阿弥陀佛七，阿弥陀佛八，阿弥陀佛九，阿弥陀佛十。好，慢慢回来，气都是自然的就好了哈。来，再往后拉开我们的迷走神经，好，往后拉，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三。阿弥陀佛四，阿弥陀佛五，阿弥陀佛六，阿弥陀佛七，阿弥陀佛八，阿弥陀佛九，阿弥陀佛十。好，慢慢回来，双手来稍微夸，停在，好来。将我们呢染色体对有一个第六对端粒子会特别容易专注，所以我们就对手要这样子，对对，阿弥陀佛五，或者是抖动，或者是这样都可以。阿弥陀佛七，阿弥陀佛八，阿弥陀佛是你呢想的事情都会成，所以是阿弥陀佛。对，好，往边，往两边，不要马上放下，不要马上放下来，因为我们这边肉哈，你心脏有病的左边会酸痛会麻，右边是肝胆肾，后面是血管，前面是免疫系统，对，阿弥陀佛七，阿弥陀佛八，阿弥陀佛九，阿弥陀佛十。好，慢慢再往下，继续，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对，尽量甩出去。阿弥陀佛三，对，很好，对。阿弥陀佛四，阿弥陀佛五，阿弥陀佛六，阿弥陀佛七，阿弥陀佛八，阿弥陀佛九，阿弥陀佛十。好，那我们现在来继续哈，来做心灵力。好，来，麻烦一下哈，来心灵力，大家哈，来，春晴你说心灵力就好了哈。心灵力。我们半蹲，我们半蹲，好，来，膝盖不要超过十根脚趾头，膝盖不要超过十个脚趾头，然后我们的手，我们的那个屁股要往后推，脊椎要平，脊椎一定要拉直，拉直，手不能超过心脏，啊，不能高度不能超过心脏，后面尽量往后甩出去。好，尽量甩出去。好，我们要108下，但是今天时间有限，36下，表示你刚刚在做自由基，我们现在要从它的末梢出去了哈。好，我们现在请纯起，好来，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三，阿弥陀佛四，阿弥陀佛五，阿弥陀佛六，阿弥陀佛七，阿弥陀佛八，阿弥陀佛九，阿弥陀佛十，阿弥陀佛十一，阿弥陀佛十二，阿弥陀佛十三，阿弥陀佛十四。阿弥陀佛十五，阿弥陀佛十六，阿弥陀佛十七，阿弥陀佛十八，阿弥陀佛十九，阿弥陀佛二十，阿弥陀佛二一，阿弥陀佛二二，阿弥陀佛二三，阿弥陀佛二四，阿弥陀佛二五，阿弥陀佛二六，阿弥陀佛二七，阿弥陀佛二八，阿弥陀佛二九，阿弥陀佛三十，阿弥陀佛三一，阿弥陀佛三二，阿弥陀佛三三，阿弥陀佛三四，阿弥陀佛三五，阿弥陀佛三六。好，我们最后来做一次体耐力，要记得你在家里用久一点，你这个脚这边会酸，会有酸到会发抖的时候，恭喜你，我们的膝盖的半月板，还有那个交叉的那个膜板，
那边就会有一个什么玻尿酸，还有非常好的修护液，自己就会下来了。好，所以我们要趁年轻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大腿的股四头肌稍微微蹲，膝盖不能超过十根脚趾头，屁股往后翘。你这样子在甩久了之后呢，你的膝盖就会越来越柔软，越来越有力。有力呢，你的头部、你的身体，它就会形成一股非常好的能量。所以这个体耐力就是我们的足跟要足，脚趾头前面十根脚趾头是头部，所以你要抓起来，像树抓着。我们十根脚趾头下面有一个胸部，所以中间有一个涌泉穴，所有的自由基就从那边排出来了。再加上我们的尾里八髎这边呢，可以直达我们的大脑里面的四库水，所以屁股要往后翘。甩呢，手不能超过心脏，因为这有六条神经，六条神经一共十二条，之后大量甩出去，气就通。好，最后我们用体耐力哈，来，大家我们同声的来做，由纯琪呢做一个示范，一样刚刚的动作，半蹲，十根脚趾头呢，十根脚趾头头部抓着，大脑皮质活在当下，抓起来用力抓着，像树根抓着，很好。再来呢，因为我们脚要半蹲，因为里面有玻尿酸跟修护液，所以要半蹲。重点脸要笑，不要说好酸哦，这样子呢，脸呢身体会形成酸性，你就很喜乐。半蹲之后，接下来我们的体耐力就是从这样子的高度到下来啊、哦。脸部我们十八条神经，四十个面向全部要打开。我们现在请纯琪，好，二十一下各三次，这样子我们的毒素透过我们的手部就出来了哈。预备，开始。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对，要拍到后面去，对。阿弥陀佛十五，阿弥陀佛十六，阿弥陀佛十七，阿弥陀佛十八，阿弥陀佛十九，阿弥陀佛二十，阿弥陀佛哎，就这样子，你甩动的越好呢，日后你的身体你会感觉上哈，假设你有气瘀阻塞，它就会形成什么严重的。我们之前在台北有一个呢，她因为常年她嫁了一个非常有钱的老公，可是后来她心不开，就她心脏哈一直死不去，而且呢又去开刀，后来她学了这个，这边整个流血，血流出来的时候很神奇哈，积压四十年的苦就出来了。对啊，这边有黑黑的是，你看这边表示我们这边有没有，还有一些有胃啦哈，或者是心脏周围的，都还要特别去排。好好，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我们再继续。越痛，恭喜你啦！毒在里面太久了，要脸要啊，加马气笑，加到微笑，叫十八条神经，四十个面相，上好加好气笑，笑这边就开了。好，来第二次，预备，开始。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三，阿弥陀佛四，阿弥陀佛五，阿弥陀佛六，阿弥陀佛七，阿弥陀佛八，阿弥陀佛九，阿弥陀佛十，阿弥陀佛十一，阿弥陀佛十二，阿弥陀佛十三，阿弥陀佛十四，阿弥陀佛十五，阿弥陀佛十六，阿弥陀佛十七，阿弥陀佛十八，阿弥陀佛十九，阿弥陀佛二十，阿弥陀佛哎，这是两个第二次的 cycle。做完之后，你要记得，你的身体越有状况，你一定会越痛。到后来，你的手部的角质已经让你训练到呢，它可以代谢越来越好的时候，所有的疾病再怎么拍，它都不会形成区域了。好，第三，最后一次，预备。你假设手很红的话，就是有热脑、心脏血管的问题。预备，开始。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三，阿弥陀佛四，阿弥陀佛五，阿弥陀佛六，阿弥陀佛七，阿弥陀佛八，阿弥陀佛九，阿弥陀佛十，连要笑，快点。给开笑，脸部动。阿弥陀佛十九，阿弥陀佛二十，阿弥陀佛一。好，恭喜各位哈！做完这个动作之后呢，因为身体都活化起了，这时候不能让自己太野了。为什么？因为自由基的关系，太自由自在的话呢，会犯戒。所以我们现在请纯琪来教我们做一下自律神经，先做个十次的自律神经。好，来。首先一样，我们可以坐着、躺着、卧着、坐着，手先按摩一下呼吸。吸的时候肚子尽量大，吐的时候尽量往内弯。我们吸气的时候要把你的肚子挺出来，先摸自己的肚子，然后吸气，慢慢吸气，然后感觉你的肚子要凸出来。肚子要凸出来，会不会凸？慢慢吐气，用嘴巴吐气。
风喘气息哈，刚开始你还没有办法清楚，你尽量哈，你听看看纯起呢，他怎么样吐气都用鼻子就可以了哈。因为我们待会智力神经是用鼻子就好了，现在请纯起呢，待会用智力神经先做两个鼻孔，只要有一个鼻孔的声音就可以了。好，然后我们要做智力神经，就是拿出我们的手势七，然后按住大拇指按住右边，然后吸气。要念阿弥陀佛，然后专注在我们的白净室，阿弥陀佛。一，换边，阿弥陀佛。换边，二，只要是阿弥陀佛啊，就是我们在做。阿弥陀佛，吸气，吸起来。三，换边，吐气。只要数字就是吐气。阿弥陀佛，吸气。只要把气吸饱，吸饱全身。换边，四，吐气。阿弥陀佛，吸气。我们可以念阿弥陀佛，可以念阿弥陀佛，都可以哈，因为是宇宙的一个原因，后面就是阿弥陀佛的意思哈。换边五，吐气。或者你习惯念佛的阿弥陀佛，主要的原因就是阿弥陀佛哈，所以一定要记得，这是我们阿弥陀佛吸气。东土哈，就是我们中国人习惯念的阿弥陀佛哈，但是在宇宙的原因里面的声音就是阿弥陀佛。六，吐气，或者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换边，吐气。阿弥陀佛。八，换边，吐气。吐气就有声音，这叫风喘气息哈。风的声音很大啊，表示我们哪里有气不顺的时候，它会为了要呼吸会强约我们的声音，就会有这个作用，慢慢你就喘就比较不会那么大。换边吐气，再来呢自然呼吸，再来就慢慢进入到我们的内在了哈，就是越匀越续越广啊，真正的呼吸就是在内在一起。吸气，换边吐气，然后阿弥陀佛吸气，只要念阿弥陀佛就是吸气。换边十一吐气，吐气就是我们的数字。好，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从三十六下到一千下。谢谢，好，谢谢各位，谢谢，非常棒哈。这样子呢，自由基呢不只可以自由自在，但是它又可以收摄，这样子可以理解吗？好，谢谢大家，坐下来。这就是我们的智力神经哈，最重要的，因为那个英文字念法也可以念法啊。为什么？因为它宇宙原意的当中是一个重力波的关系，所接收到的音频就是不一样。但是后来我们习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佛法啊，它都是一个音的意思而已。只要你心诚则灵呢哈，必能够感受。以上我们的智力神经，它就是从单边的来做测试。为什么我们要做？因为我们的自由基里面呢，有太多太多，我们呼吸就有自由基了。可是这个自由基呢，你不能因为呢你不呼吸，因为你怕自由基就不呼吸了，错误的。只要你正向，每次做的时候就会感觉上，嗯，为什么人活着是这么自由自在？为什么人活着是这么殊胜？你慢慢你就会开始唤醒自己呢最圆妥妥的明亮的那一颗什么钻石了。
就是白净室了。所以我们的智力神经要让每一个人透过呢，常常用这个动作久了之后，我们的大脑它会像舒曼坡一样非常有频率。以上我们一起来同声开口念一遍哈，来，地球表面有一个稳定的共振能量网。德国的电子医学会家，这个是我们的专家哈，他是叫波普贝克博士，就指出了一些特异功能的巫师都由于此基本稳定的共振频率 7.83 赫兹同步的表现了。在我们中国台大的李世成校长啊，他也同样做了这样子的一个举动，但是他后来也讲了一句很赞叹的话语，真的不是每个人可以进入到这么深层，有吗？所以表示就是说呢，人人有机会成佛，但是个个没有把握。好，所以我希望说呢，现在这个这么有好的因缘，就是让大家一定要将扣钟背起来，100万，你自己稳定到一个真正的进入到阿法波的时候，你让你的身体随时在一个 day or night， 这是最深层的刹那你才可以的。但是要进入到最深层的 day or night， 自由自在的光体，就是有人过世那一刻，脱壳那一刻。所以我希望说呢，我们只有偶尔可以灵魂出窍，不可以常常，要不然你会让你自己呢头脑常常会有一种无记性在里面，这是不 OK 的。好，所以我们学习真正的禅是二六十中不离开我们自身。所以我们再继续刚刚在做自律神经，就是所有的运动都做了，到后来你要让自己稳定下来，可以吗？来，您怎么称呼？林金雀啊，金雀，你很准确的来念一次给我们听好吗？来，金雀来读一下，这个频率怎么样？最早是什么？最早是由1952年美国伊利诺大学的舒曼教授提出，他发现地球上空离沉淀高550，与地球表面所形成的同心球体共振腔可以容许电磁场之全体共振波，很好，7.8波长40000公里，大约等于地球一周。谢谢你，金雀，感恩你。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了解到呢，哈，我们这个舒曼坡呢，我们就说过，任何的研发者，他的名字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的大脑很特别，我们的身体里面就是一个标准的金字塔，从我们的肩脑啊，中间这个肩脑，再透过我们的肺部，这个形成一个顶尖的金字塔。那因为这个大脑久了之后，它就会慢慢形成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舒曼坡啊，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人体里面慢慢去训练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四个元素，从我们的氮、氩、氢，会形成我们人体里面的最好的氨基酸。越稳定的氨基酸，对我们内外越平衡。所以我们继续来读什么叫非线性，为什么非线性跟线性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们同声开口，我们现在请那个来，怎么称呼你？对，青荣啊，哦，非常好，我们很多青荣哦，来，你现在是第三个，来，青荣，请你来带我们读一遍非线性的，谢谢您。来读哈，带我们文字般若是要从左脑，好不好？因为呢，要有正向的能量，我们才能够带起来。好，麻烦一下非线性。非线性，日内瓦大学的纪新等人类研究出以纠结的光子对，经由光纤传送到相距约11公里的两地，纪新发现这个两个相离的光子间，表现出互相感应的性质，光子对的感应速度已经超过光速太多倍了，一秒钟就感应差达110亿万光年。哎，光年，看来宇宙间距离虽大，但彼此之间却是同步感应的，这就是非线性。非定域性，所以你可以下，谢谢您，青荣哦。我们的大脑，你看是不是从这个频率当中，我们一定要操练，所以我们的呼吸在操练是要让我们一呼一吸。可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大脑它的文字结构，因为呼吸不经过丘脑，
可是我们的左脑它有文字，它有线条，它会有很多很多呢，在这个图腾每一个当下它都会形成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波涛汹涌的这些频率出来，所以我们扣钟就是要让它去雕塑。所以我们了解到光明跟黑暗的时候，了解到我们的人体一定要透过这一块哈，所以刚刚那种非线性它就是像一个光子这样子，而且呢110亿光速一秒钟哦，所以你看那个光年太不可思议，这个都是超过普朗克的秒的量子了哈。我们再继续，好，来，亲爱的，请你叫什么名字？燕静嘛，对不对？对，来，燕静，请你来好不好？ OK， 继续，我们来读光明跟黑暗哈。我们麻烦一下哈，完了之后，燕静麻烦你之后呢，我们来轮流读一下哈。啊，勋博啊，辛博啦，对不起，辛博，好，来开始。我们所认知的黑暗其实也是光，只不过他们把内在的光压缩得太紧密。换句话说，当我们内心能够接纳黑暗也是光的那一面，妄念也消了，这是明心见性啊！啊，大家了解之后呢，手背有没有背光暗其实都是一体的哈，所以我们了解到呢，只有更多的尊重跟包容。来，辛博，麻烦你来。嘿，容与控制模式，并不是坏事，做尽才叫黑暗。一心避开或一心消灭黑暗的，也并不代表自己叫光明。好，你继续读。光明与黑暗，并非以外表表征判别，而是以集体意识的行为来判断。人类有情绪体的 DNA 结构，以无私的大爱和一合一的包容性，当意识是000以上的人类提升振动频率，就能破解胜过纯粹意识主导控制欲念的轮回模式，让人类量子跃升到频率更高的层次，离开物质的禁锢。非常好，继续。物理学家已经证明，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物质多是由微观旋转的粒子组成的，这些粒子有着不同的振动频率，是粒子的振动使我们的世界表现成目前丰富多彩的样子，我们的人生和各种生命也是如此。科学家已经测量过，人在不同的体格和精神状态下，身体和意识的振动频率，结果让人大开眼界。好，我们请妙正还没回来，慧珍，谢谢你。好，人的生命体会随时精神状况意识的不同而有能量强弱的起伏。霍金斯博士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发现了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的隐藏的人类意识图表。很好，我们这图表呢有代表每一个频率，好不好？来，我们再继续。谢谢。诚实、同情和理解等正面精神状态，能增强一个人的意志力和身体力量，能改变身体中微观粒子的无力振荡频率，进而能够改善身心健康的状况和整个生命的过程。好，继续。科学研究发现，能够显著影响和决定一个人意识能级的因素，不是其文化程度、学历、阅历、权力、财富、地位等世俗的尺度，相反的，以上这些因素会明显的受人的意识能级所制约。决定一个人意识能量层级的关键因素是这个人的社会动机和心灵境界。继续。科学实验结果表明，因为每一个人的能量层级都是由这个人的信念、动机、行为标准则和心灵境界决定的，而一个人的能量层级又决定了这个人一生的一切。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最终将会为我们自己的每一个念头、语言或者行为负责，并将重新体验那些我们使别人遭受过的痛苦。好的，继续，待会儿准备好。在一个高级的精神状态中，也就是在一个能级很高的意识状态中，一瞬间就可以彻底颠覆一个人一生所坚持的生命价值取向、世界观、人生观和人生目标。所以这种跳跃
可以使一个人从此脱胎换骨，重获新生。这种改变不仅能够改变一个人自己的生命，而且其能量场也能够改变他或他对他人甚至对世界的影响。谢谢。太好了，怎么称呼你？曹操的曹。好好。曹。曹丽华。丽华，来麻烦你，谢谢。高频率，好。高频率。少数人的意识能量抵消了绝大多数人的负能量，在人类社会，少数高能量的人的能量等同于大量低能级的人的能量总和。一个能级300的人相当于9000的九万个能级低于200的人，一个能级400的人相当于40万。个能级低于200的人，一个能级500的人相当于70万个能级低于200的人，一个能级600的人相当于一千万能级低于200的人，一个能级700的人相当于7000万个能级低于200的人。好，以上，谢谢您，丽华。我们以上在讲这个频率呢，了解到了啊，我们的意念，你的意念现在在这边当下呢，假设一个宝贝他的意念呢，高频率呢，达到我们刚刚那个频率的那个天，你帮我用到上面去一下那个频率，对，假设我们的频率你看这么高，哎，下面一点，对，假设你的频率都是可以达到呢，700万度是开悟的，800、900，这个是用霍金博士的这个能量仪来测量的。那你要看你是不是一个很正向，很简单，你的每一句话，你的随时随地待人处事，再回到家里哦，都还是这么样子的什么正向，差不多这个能量都能够超过500到600。但是你相对有一份大爱，愿意呢，都能够这么平等的时候，几乎都可以提升到650了。对，这样子你可以看哦，就可以呢，比如说我们有这样子的人呢，相对的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里面，假设有10万个人的话，100万个人里面只要有一个这样子的能量，它就相对100万的能量就带起来了，100万的人的频率就带起来。所以正向重不重要？所以为什么扣钟要让每一个人要习惯？因为你久了之后，它每一本五部经典就会都在我们的人体里面了。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扣钟的含义是在，因为它有文字，它可以从我们的口，从我们的这个左脑有文字的线条，还有有文字所叙述出来的，我们在读它就进入了，再加上我们累世累劫我们的难民在右脑里面，所以它会有逻辑，它会不断的有创意，所以慢慢这个光体就提升了。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定要让每一个人能够呢去遇到善知识，会善知识，集善知识于一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正向一起来之后呢，所有的灾劫本来就不会发生的事情了，没这样的灾难。好，所以以上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呢，可以清楚明白的话呢，我们继续好不好？因为有一些很好的文字呢，它一定要透过去读去看，因为脑下垂体它会跟我们的左脑，还有我们的嘴巴，还有我们的触觉，因为我们的小脑很特别哦，不需要有任何的眼睛耳朵环境因子它就进入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一个环境因子非常的频率很高，那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了。所以我们现在再继续好不好？来，丽华旁边来，待会轮流来上来，快速哦，来麻烦你一下，你叫什么名字？美珠，快点来，对不起，美珠，看看他是否能引出你更深的洞察力，那也许能帮你完成生命中的下一个非要，只要是你自己选择的，没有那种意境界，会有对错之分，只有能及高低的分区。区分，努力不要让你的自我被打上没某个境界的标签，除非你现在正处在骄傲的层次上。非常好，来继续。生命成就，一个层次的改变可以从根本上转变你生命中的一切。一个人的意义，
意识，人级水平最终决定了这个人的生命成就和 人生丰富丰盛的程度。人在一生中所追求的一切目标的实现程度，都取决于其意义人级的高低水平。谢谢，很好。等一下哈，美珠，刚刚那个图片，谢谢。好，这个生命的成就哈，我记得呢，我们小时候有一个那个哈，他叫阿彩博哈，我记得他很棒哦，因为他呢，有婚姻，家庭也很好。可是我记得那时候他们的附近呢，常常有很多贫穷的人。哦，但是他都去帮助他们。那你知道他的生命多特别？当然，这是后来有人去印证，但他就直接投胎出来。好，投胎出来怎么去做呢？比如说，常常有，因为以前呢，假设没有钱呢，或许他们会卖小孩子，或者是卖老婆，对不对？但是他都是大量的去拿钱去帮助真的需要帮助的人。到后来，有的人他就是投怀，就是直接委身这样子。要希望说能够呢用他的身体来感恩他，但是呢他不止呢用一个真正的给他教导，甚至给他正确，或者他死亡之后很快就提升人格了。所以你要记得，我们做任何事情，你的生命的成就在你这一世，你尽心尽力，但是又都三轮体空，甚至呢又都不会因为贪这个便宜。为什么？因为感觉上呢哈，好像我们常常是快到的什么煮熟的鸭子飞了，对不对？其实这个生命里面都有它的印记哦，在虚空里面都有，一定要记得。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哦，假设我们对修行的概念不清楚的人，一定要记得，真正的呢，双链就是我们的 DNA 跟 RNA， 也就是我们海马回里面，你可以看，我们这海马回里面都已经倒进了我们的一生在这边，你看，这是我们的身体里面的神经，生命的成就，你看这边有一男一女，这边有我们的交感跟副交感，一样一阴一阳，这有我们的 DNA， 这是我们的基因，我们的染色体一样一阴一阳在这边。所以呢，假设没有这一种业力呢，其实也不一定是中国人，就是传宗接代很重要，没有错。但是你假设呢，对这个生命的成就还不理解的话，我就希望说应该好好的探究，因为你看，全部都是一阴一阳，未知道。所以呢，绝对不是外面的一阴一阳，是你自己的合一。所以你合一之后，你周边所招感来的一定是合一的。所以我们鼓励修行呢，还是要稳定的呢，千万不能够碰触宇宙的天体，那个就叫做引力。好，这个很可怕的哦，因为我们在修行当中没有办法去误导，但是大众一定要了解，所有的双炼双修都是在生命里面当中，都是在这里。因为从我们那么多的生命的成就的人，甚至很多人呢过世的又重新回来谈的，他们真的是真空妙有，都是有这样子的例子存在。我们不能说啊，因为假设一禅体才会觉得说不会，因为这是空性，不可以的。你看这个空性是这样子，在这里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非常明白，而且一定要亲吻闻，你一定要完完全全亲自了解到这个整个的宇宙变化。在还没有的时候，我会鼓励大家还是学习世尊，还是古大德给我们所谓的守戒律，好，这是一个宇宙的规范规律。所以大家了解之后，千万不要去碰触，这个叫印痕，也就是我们心里所反映出来的正反力量，很可怕。我现在越是呢执着，我投射出来就越执着，我越不相信因果，我投射出来就是越不相信，我对这个空我越不清楚，我去犯了的话，它所带来的这些都是排山倒海的。好，所以我们希望说生命的成就真的要改变一个人，就是什么真正的呢，透明纯净圣洁柔软，真正在帮人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去贪他任何的身体，或者是食物，或者是精神，或者是任何的什么能量。只要我们秉持着一步一脚印，你就可以知道生命的成就，您这世一定可以去感受到的。好，这也是很感恩我们在这一段学员啊，家里面有发生了一些问题啊，真的已经扩及到他们的家族了。好，甚至我自己我也深同感受，我很谢谢我的爸爸妈妈给我有这么好的肉体，那我们也不会随便去运用它，最基本呢，做对的事情，尽量能够去服务我们自己安稳，相对也可以让更多人安稳，这就是生命的成就。好，我们继续哈，这个什么卡？
志康。啊？志康。志康，对不起，请你来接纳好吗？不好意思，请念。当我们觉醒之后，为之努力时，同时也在向周围的人车撒播子更高境界的意识能量。想象一下，要是每个人至少都能达到接纳的意义层次，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么不可思议。好，继续，真空来。真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真空中蕴藏着巨大的本体能量，它在绝对零度条件下仍然存在，称为真空零点能。对凯西米尔力，一种由于真空零点电磁涨落产生的作用力的精确测量，证实了这一物理现象。任意的一个时空点上的真空，它具有的能量和整个宇宙的相等，它是无限大的。谢谢你，志康，不好意思，来换您。怎么称呼？苏静，谢谢你，好来。扣钟就像虫洞一样，将人们的负念在一瞬间转化成虚空，并将人转化成一股高频率的状态。继续，汇集大众于一念扣钟白净室。好，了解到我们的白净室。好，扣钟来继续。扣礼记有云：善待问者如撞钟，扣之以小者则小名。扣之以大者则大名，终不求不重名利权情，不断地放下，舍下一点一滴汇集清净的能量。好，我们再继续存起，谢谢你，谢谢。好，我们再继续。十方法界众生，指无边无量无边的众生，也指体内100兆细胞。开悟白天天体自然规律，觉醒了悟人性实相。觉醒了悟人性实相，看透境界的真相，悠游于娑婆世界。一，无心可安即可开悟；二，心无所住便开悟；三，心无所求便开悟；四，不污染即开悟，成就正片无上等正觉，修行上的最高觉悟、最高感受境界，圆明觉醒，得阿耨多罗3秒3菩提，至高上无上的平等觉悟之心，拥有清明的思想和干净的身体，毫不恐惧地的接受这股能量。我们刚说的生命，它是什么？全知全能的，它要达到至高无上平等的觉悟，才有办法达到。好，这就是很重要的。谢谢春起，好来，好，我们继续哈。你叫名字？月霞。月霞来。能够遇到善知识，会善知识，即善知识一处。善知识知道众生意识的活动，无私带领众生了脱生死，出离三界之人。继续，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虚空，将白净寺的国度降临在人间，就如同行驶在天上一样。透过至少144000以上，144000人以上。不分种族，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天体各个永次维持空间，维持空间，用和平彼此联络，建立保守圣灵所适合为而一意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以佛所知。第四章第34节。好，谢谢你想。好，来继续。老师，请问上面要念吗？要嘿，只要文字都要念，并转化自身的神经血液细胞染色体 DNA RNA 基因原子原子核质子电子中子微中子微子
量子、光子、超光子乃至于星星之光等所有结构转换成无量光、无量寿，指无量无边的众生，也指体内100兆细胞均转换成无量无边的光体，粉身碎骨在所不惜，亦指大悲咒甚至各教法门的经典咒语的核心价值，粉身即去除我执，我们拥有此生的障碍执着观念，如同《金刚经》割力王割截身体一般，碎骨即去除无法执，我们的核心价值、核心思维、自我意识行为模式，一直不断地去下放下我执，放下我法两执，回归白净。好，继续。法身遍满虚空，承担于一切，只顾成就大众，将我们短暂的生命转化永恒的生命及慧命，必须是身心完全交付一如的境界。好，继续，谢谢，来，麻烦你。好，谢谢。阿弥陀佛，宇宙原因心想事成的频率，看透，透过批评的眼睛看，世界充满了有缺陷过失的人，透过傲慢的眼睛看，这个世界充满了低贱愚痴的人，透过智慧的眼睛看，你会发现原来每一个人都有值得你尊重及学习的地方。谢谢你。好，以上这里就是我们到底了解到呢寇中它真正的含义了。所以进一步的想要了解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呢上我们的网都可以去看，好不好？了解到真正的寇中的含义，因为我们现在寇中最重要是要让每一个人呢真正的会使用我们的大脑。那大脑当中这个左脑就是一定要有文字，而且这个文字一定要呈现出来。那我们呈现出来，你才有办法呢真正的应用的微妙，叫做存乎一心。好，所以我们像说了解到寇中它的含义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对这个超度呢，因为针对3月19日这一天哈，我们对这个超度，因为谜题就是我们的细胞跟细胞它会说话，在说话的过程当中，你如何透过你的正向的能量序列插入白净室。所以相对的，现在科学家也已经找到了我们的人体的金字塔呢，您只要会使用达到最高的顶尖的智慧，它就释放我们身体里面所有的微量的元素。以上我们刚刚说的氨基酸就是外面的，里面也都具足了。所以这就是透过你我的意念，因为这个意念打开了我们的太阳的这个电荷磁力，再加上你我自身本身所形成的，再加上我们刚刚说的高频率呢，都要透过我们刻意的左脑，只有当下的文字音波进来之后，我们快速从我们的整页 V1 到 V5 转换成我们的大脑皮质所需要的，所以它都是一种能量的转换。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眼睛来看？因为它里面也有一个催生激素，任何的轮回都跟它有相关。所以我们希望说男女还有任何的情爱都尽量一定要有这个文字来帮忙啊。所以我们的超度的谜题呢，我们继续请来读的好不好？来，请那个再一次，你刚刚有带来哈，再一次好了哈，来，我们一起再来用原理哈，请法师啊，还有彩明如，还有您哈，准备一下哈，谢谢，好来，原理，人体本具足，打开生命生存的精神血液神经血液细胞，透过人人本呈现的镜像神经元，对，我们是用神经元哈，继续，镜中镜，心中镜，反光植入相近原理。我本健康，我本喜乐，我本圆满，我本具足白净室，镜像神经元，因为镜像神经元，我们人类才所以成为有情的人。中间要念吗？哦，没关系，你可以念。人指人类能够对其他同类感情与行为感同身受，镜像神经元是大脑中的一些细胞，它们不仅在我们的自身执行某个特定动作时有启动，而且当我们看到别人执行相同的动作时，
也会启动。近朱者赤，近墨者墨。哎嘿，墨镜像机制正是我们能够读懂他人思想，并且能够对他人感同身受的机制，也就是我们如何感受到他人的痛疼痛，如何将咧着嘴笑与扮鬼脸区分开来，将微笑与假笑区分开来的原因。好，来，谢谢法师，谢谢你。所以我们的镜像神经眼并不是我们里面的包气的神经的那个细胞哦，它是因为透过一个机制所呈现出来的，就像一个模仿，就像一个同样的，就是我看你，你看我，就是一个镜子哦。所以这个神经眼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哦，每一寸都有哦，都有，但是它并不是在我们的细胞的包气里面哈。好，来继续。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所有的频率哈，请法师带我们哈来。宇宙万物均是由能量组成，不同的物质频率不同，不同的物质的频率具有加成共振，这就是抵消非共振的效果。这就是我们刚刚每一个念头哈所形成的波度，那个波度现在就是用刚刚的频率的测试出来的。所以假设呢，您还没有办法达到，有时候自己可以去检视的话，我会鼓励大众，你可以看你自己，比如说别人骂你一句话，还是你在当下你的情绪，你可以去检视这些频率，越平稳越宽广的，你就可以感受到它是一种非常清净而且喜悦的。假设你有一种害怕恐惧，甚至我们的身体有一些反应，这些都是一种模仿，会跟我们，你看一下世间当中的动物啦，有一些被杀的恐惧害怕，这些的机制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每一寸细胞。好，所以你看哦，这些频率长得就是这样子，因为它里面有个引力，这是万有引力，还有电磁力，还有强合力，还有我们所谓的最维系的就是什么弱相作用力，以上所有的力量都是它所形成出来的，变成一个波。所以佛力上帝的例子都是代表波，就是能量的意思了。好，请继续。神经可塑性，我们的脑可以因应新的经验创造出新的神经连接，并长出新的神经元，并非只有年轻时才具有神经可塑性，人终其一生都能有神经的可塑性。好，再继续。同时启动的神经元就会连接在一起，当我们历经一段经验时，我们的神经元就会被启动，轴突的神经元的细长，一端有离子流入或流出周围包覆的膜，就像一股电流，在轴突的另一端还有股电流，就会引发一种化学性神经传导素被释放到小小的突触空间里，这个空间则连接到下一个被启动的神经元，也就是突触后神经元。这就是我们俗称的，为什么呢会请大家学习弹钢琴、学习音乐、学习运动，因为呢您读书还是读经都是要透过这个，会有个共振的原理，里面就是有所谓的镜像神经元，所以它里面这是用海博原理在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启动我们的神经元。镜像神经元它非常神妙，就是因为这里面有我们的轴突骨髓鞘，就是骨髓都在我们的里面，那所以我们的神经血液细胞，尤其是在我们的脊椎里面的有，而且它这个神经元的骨髓鞘更内在，那我们的大脑的骨髓鞘的灰白质在外面，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接受信息之后马上就跑下来了。所以以上这是我们的海博原理。好，来，明如请继续下一章。来，再继续读，来，海博原理继续。海博原理被释放出的化学物质会决定下游的神经元是被启动或是被关闭，在恰当的条件配合下，
神经元启动就会增强突触的连结。这些条件包括重复、情绪激发、新鲜感以及注意力的专注。我们就是借由强化神经元的之间的突触连结，才能从经验中学习，开放的从经验中学习。从我们在子宫里的最早期开始，一直到童年，乃至于青春期、成人、壮年、年老，直到死亡，大脑构造的连结工程都持续进行。很好，这边有没有看到？哎，这边有个突触，我借一个很清楚的，因为呢，这边有关系到修行的微妙。这边有一个叫做连结新鲜感重复哈、哦，情绪激发。大家呢，对不起，因为在这边哈、哦，结过婚的请举手。好，这边很微细的，因为不能够公开讲的，但是我公开讲给大家听，你就知道宇宙没有秘密了啊。我们人类呢，所有的动物的性本能，就是你可以看有没有看过蟑螂会交配，狗猫所有的动物会不会交配，在它里面会有一个重复的联系的动作，就是我们的这个镜像神经元。为什么你假设不好好学习这个区块的话呢？只要我们男女有交合的地方，它会达到内在最重要的新鲜感，它的刺激会直接达到我们的大脑最高度的时候频率，它会释放一种非常棒的一种激素。那这种激素，假设你的意念是在一个完完全全呢、啊，在于这种所谓的染污的话呢，它就会形成这个地方有所谓的这个重复注意力。那这些就是会累积在我们的突触里面，那它会造成我们下辈子里面的投胎轮回的一个因子。但是我们假设呢，了解到原来这样子，人类说的为什么很多人都会在男女双方当中那个性会掉下去，就是因为他在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呢，突触海博原理里面它就会形成快速的转换，由我们里面的基本的性许呢，它会呢布满我们的全部的细胞里面，所以它会在里面得到一种喜悦之后，不断的会重复再去做这种动作。可是它会日后造成你的引力，所以为什么有很多的大修行人会掉到牛界、猪界、狗界，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引力。所以了解到这个引力之后呢，它会慢慢的去累积，从子宫里面当中呢会去招感。所以为什么父母亲一旦交合的时候，你就会来投胎，成人、壮年、年老，直到死亡，大脑的结构连结都还在继续连结着。所以为什么修行到我们刚刚说生命的成就，一个呢大慈大悲的，为什么佛陀呢跟呢耶稣陀罗结婚生的罗侯罗，他叫障碍，为什么？因为他的障碍点在里面，他跳脱不出来了，所以他来到娑婆世界要完成这个五浊，因为里面其中有一个命浊，众生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些的浊。所以为什么这个地方一般人没有办法讲得这么清楚？所以修行人麻烦就是你掉在这个地方，假设不清楚双修真正的原理之后呢，你会造成你下次轮回可怕的动物的基因就是在这里，因为它不断的会有相续重复的动作，重复动作，重复动作，因为新鲜感刺激导致你的注意力呢，造成你的强化神经元，这也就是为什么镜像神经元这么样子的不可思议了。以往人家没有办法告诉大众，但是呢，这也就是一个时间点，我们只需要让了解为什么海伯格原理它透过我们的神经突触，以往我们都没有去碰到隔靴搔痒，很多修行人他只是一个隔靴搔痒而已，我就做做功法，做做什么，到后来最高的这个程度的当中，没有人告诉你原理的时候，你会从这个区块，由这个空间三度空间呢、啊，因为它有个镜像神经元，你会帮你带到另外一个中阴身，中阴身里面的当中，它混浊的非常多的黑暗，但是它没有任何的固执物质，所以它等到成型之后呢，它就会附着在人身上，因为要透过子宫来投胎。那假设没有子宫投胎怎么办？它就会在遥寄在虚空里面的。我们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天魔、死魔，还有这些魔，代表就是它会让你执着在那个地方，因为重复，再来新鲜，再来刺激。所以我希望说，最稳定的修行还是不能够去碰触五戒十善，因为这样子你不断的重复，它那个高潮你就会知道读经的法喜，原来法喜的高潮是达到最精准。为什么？因为你清楚明白宇宙这么样子，你就会这样，这样子的原理，
跟我们为什么夫妻达到最高潮的时候那个时间点一样的，但是那个点在一直重复的话，你会造成你的大脑连成工程继续持续，直到呢您死亡到下辈子来的话，它引力会继续带着你哦。所以呢，假设大家对所谓的高度的这个双修清不清楚呢，这个就是一定要透过非常紧密的这些原理。所以智慧绝对不是这样通关，因为我自己呢虽然结过婚，但是在透过婚姻当中让我真的去印证到原来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很谢谢，假设过去生你都没有这个婚姻的了解的人，你是没有办法去了解到这个其中的奥妙。所以为什么我们修行人呢一定要了解生理结构，你生理结构懂了，再加上你的经历论懂了之后呢，任何人要迷惑绝对没有办法破除，因为牢不可破的因果业力就在里面，因果都是在神经连结。好，我们再继续，这是我们的化学情，这就是我们释放出来的化学物质。所以我们的神经元为什么里面我们说过有一个投胎的因子在下四丘，叫做什么二元对立。所以为什么那么多我们以前说的六道，其中有一个叫做修罗，对，各个长相一定是这样子才有办法让你的修行破戒。所以我再说哦，一定要秉持着呢，真正的戒是我们的心戒，我们一定要秉持着如理如法。你假设要达到最高潮很简单，假设你不懂的，你一直懂到宇宙奥秘之后，你就大脑会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那个神经元的物理化学呢，催生激素它会形成一个强而有力的快乐激素的多巴胺，你的脑部里面会一直活化，活化的时候你会做人会感觉上越来越柔软，越来越亲近。所以为什么禅错误的修会变成狂禅，狂禅的时候我们会看不到自己，会看到外界的境界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今天了解到呢，修行它的维系就在这个地方，这是海博原理告诉我们的，这样子多殊胜，这样理解吗？好，所以我希望说大家一定要提起正知正念来，不懂的你一定要透过正确的上课，因为你明白之后呢才可行。所以我很谢谢我的父母亲给我有这么好的身体，再加上我有一个圆满的婚姻，我去印证之后，后来走上真正的这条路，真的是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抛夫弃子，冠上这个罪名，到后来一切明白之后，你认真修，真的你就会看到你的父母亲 因此而获利，还有你的下一代，还有你的真正的跟着你曾经同伴走过的。好，所以我希望说这是您自己的氛围去收引回来而已。好，咻，我们那天有看到对不对，咻咻咻，等于说一秒钟呢，你刚刚看到是11亿光速，不止，更快更快哦，快到呢你如何让我们的中枢神经我稳定了，再加上神经元进入到神经血液细胞又开始来做一个融合跟组合。所以这个伯格原理的当中重要也是要让我们将这个髓鞘呢能够打通我们的回路，这也就是我们过去呢在21世纪人类修行当中一直没有办法找到的答案。现在呢透过真正的白净室，也非常谢谢感谢世尊，透过我们现在的科学面都结合起来了，因为有神学有佛学，没有科学就像一个瞎子，你虽然有科学但是没有真正的这么殊胜的经文的话就像聋子，所以它是不可以偏废一方的，一定要合而为一，一定是要正心正念的，再将宇宙天体整个运行的轨道跟人体的神经元就是要这样子突出造成了。好，谢谢你，来继续下一张。好，再练一遍回路，对，经验也会刺激髓鞘走出外围，轴突外围的脂肪保护层的生长，而使神经元内的传导速度增加100倍，经验还能刺激神经干，这是神经干细胞分化成全身的脑部神经元，这种神经元新生机能，神经元新生加上突触的形成，伴随髓鞘增长了。谢谢你。好，
我们了解到经验很重要，比如说我从来没有去学习做这个，你学了之后你的另外一个神经也就开了，这样理解吗？我从来没有学过身心灵，我现在学了身心灵之后呢，我慢慢可以懂得要回我自己的东西，要回我自己的东西，这个叫做本具足的，到后来连那个要也不用有，你就会有了，不需要清净你就会清净了，不需要戒你就会自然有戒在里面了，这样可以理解吗？这就是伯格眼里一直让我们了解到神经元它的微处，它就是在突触里面形成一股化学物理变化，但是我们在大脑里面我们给它安置一个就是标准的镜像神经元。所以这一个呢，奇迹先生哦，你可以看你成为你所想的，我们来看一下奇迹先生，他就是呢，我们从这个影片当中可以看到哈，他是在一个飞机当中失事的，后来成为一个瘫痪的植物人，结果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八个月成为他要活下来的人，他每一个意图都是经验，他每一个意图都很清楚，他每一个意图都能够去成就的，所以他真的在八个月的当中，他的神经元突触，你看快速的受提，每一个当下呢，他都是清楚的，每一个当下他的意念都是非常非常的精准，有没有看到他这个地方？有没有？我们这个是突触，那中间有这一些，所以他的神经元在突触受提当中，他的多巴胺这边会活化，所以这边会活化起来。所以为什么我们会透过大家折叠？因为你每一天折叠的新生的经验，每一次为什么要让你做自由基？每次我们教那么多的功法，有没有？这个就是要让你呢锁住，成为阿弥陀佛，心想事成。所以中间又要透过扣钟一直进来哦。所以以上我们上到这个地方，这就是我们的技术。我们一起来哦，相信具足大宝藏，圆妥妥的无色无味之本体，强名曰白净士。你一定要回到自身，就像一个清净的一个赤子波波的一个小宝贝，您就是一个清净无为的白净宝宝的诞生。只要你相信，你从现在学了白净士，你就是白净宝宝。你学了一年就是一年的宝宝，两年就是两年的宝宝。好，慢慢我们就会慢慢形成出来了。所以白净法呢，大家看一下哦，两眼回光，我们这次点身很简单，就是这样子哦。我愿意呢，向光回光返照，这样子就进来了哈。所以他在快速的当中呢，入门登堂入室，位置无所不包，但直接直入脑下垂体松果体肩脑之丘脑下0.1寸，这就是微妙的地方。丘脑里面越来越细了，就中间肩脑那一个。西方人说的开发第三支缘，能够成为一个你要的什么都可以成就，是从丘脑跟肺部这个地方，所以它叫做深呼吸。这就是在《道德经》里面我非常喜欢的第五章，《道德经》的手中章，叫驼月。所以你懂的话呢，你会有一个天籁之音。很多有天籁之音的不懂这个原理，现在已经告诉你了，这个叫技术。所以我们要专注，要入门，所以要登堂示老师，入室白净室，如世间的太阳光芒往十方放射收受回来，就这么简单，好不好？看到放阳收回来，太阳光收回来，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的技术。技术二，一放一收，从我们的终极线啊，极界这边就是我们的肚脐，这边是肚脐，肚脐斗宅在不？斗宅啦。斗宅下两寸丹田，再下两寸中极穴，安内在宝。所以修行是直接入中极穴，不在丹轮哈。好，再继续，这些都是我们随时要回光返照的方式。好，我们现在做一个手势，这是向光性的手。好，这是向光性，是不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就是这样宣告？这就是一个宣告。相对，我们就是举这样子90度之后，我愿意呢，归白，回光。回到我自身，这就是点灯了。这样子会点吗？对，一秒钟就点回来了，快速。但是呢，你假设在外面更快，一下子就回来了，这个光就回来了。好，我们现在同声开口啊，将这个光呢，透过扣钟直接回光，向光回光啊，所以这叫回光返照。接下来，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是最重要的，随时随地为他人扣钟，就只有8点早上，中午12点。晚上8点来为什么自己扣钟，这时候你就是独一无二的了。全世界启动独一无二的三个时辰就是这个时间而已，但是你每一分每一秒只要为别人扣钟，最后那个还是你的名字。所以我们同声
开口，来，我们现在试看看哈，同声开口哈，来，扣钟，念自己的名字哦，来，黄金愿，即十方法界众生开悟成就正片无上正等正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遇到善知识，会善知识及善知识与愚处，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虚空，将白净世的国度降临在人间，就如同行驶在天上一样，并转换自身的神经、血液、细胞、染色体、DNA、RNA、基因、原子、原子核、质子、电子、中子、微中子、微子、量子、光子、超光子，乃至于星星之光等所有结构，转换成无量光、无量寿，感恩再感恩，无限的感恩。弟子黄敬愿，愿本身碎骨在所不惜，法身遍满虚空，承担于一切，只愿成就大众。阿弥他把回光，这样子就进入了。对，这就是一个光体啊。所以太阳光你一定要操练，太阳光这么大。所以我们会每次上完课，上课之前有一个白净法，下课之前会有一个白净法，意思就是说，你还没有上课之前，所有过去错误的种子、过去错误的基因、过去错误的观念，我们全部收回来，光体回光回自己。对，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有起了一些的无明的，或者是呢，有一些疑。对，因为你的疑惑会带给你更多的什么无明，所以我们就是要全部又再回来了。以上呢，我们就将这个生命呢送给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每一位来到此刻的白净嘉宾，白净士你好。最重要的，我们里面呢就有学员当中，也就是一个真正的白净旅行，你要懂了之后一定要去行持出来。最后我们将今天所有的光体呢送给每一个人，最重要的不断的提升自己，我们一起来大放光。课程的粒子分为分送给大家，我本健康，我本喜乐，我本圆满，我回到自身白净室，一切圆满回归本位，只有感恩再感恩，无限感恩的能量。阿弥他爸，来，我们向此地的所有诸佛菩萨能量献上最高的问讯礼。来，有问讯，再问讯，三问讯。我们向黄老师谢谢感恩，所有的诸佛菩萨、白净旅行者回归本位，白净旅行者大家谢谢感恩。谢谢。白净法，虚空无限大，回到自身两眉之中的白净法，圆满具足。阿弥陀佛。谢谢，我们请那个圆融法师，我们来做一个回向。我们大放光就是了哈。那因为我们中国的佛事非常重要的这个仪式呢，也一定要有哈。所以我们希望说，日后呢，这边假设呢有固定来这边，我们这边也恭请忏公老和尚的法脉哈。我们这边都一样，诚心寺都有在带活动，我希望我们都可以呢来参与，好不好？因为这是世尊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应体道场，还是希望大家多回来。最后我们请能人法师来带领我们。我们先请坐了，因为我们很难得，请坐哈。很难得一个月一次哈，我们还是一个共修阿弥陀佛的圣号，好，我们异口同音哈，好，南无西方极乐世界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西方极乐世界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西方极乐世界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我们能念的佛号由一变成无量哈，一就是代表无量哈，啊，所以今天来也不可思议，一句佛号三十六万一十一万九千五百
同名同号阿弥陀佛，你一天都没有念到这样，但是我们意念可以改变，对不对？哈，所以这个课程也很不可思议。好，来，我们念遍一咒七遍。Om Sampara Sampara Pumala Shara Mahajang Baba Hum Badesho Om Sampara Sampara Pumala Shara Mahajang Baba Hum Badesho Om Sampara Sampara Pumala Shara Mahajang Baba Hum Badesho Om Sampara Sampara Pumala SharaMa Hajang Baba Hong Badesho Om Sampara Sampara Pumala Shara Ma Hajang Baba Hong Badesho Om Sampara Sampara Pumala Shara Ma Hajang Baba Hong Badesho Om Sampara Sampara Pumala Shara Ma Hajang Baba Hong Badesho好，普皆圆满真言。嗡呼噜呼噜舍利牟尼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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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呼噜呼噜舍利牟尼梭。好，我们请可敬的黄老师做一下回向。我们今天所读诵的任何的佛号以及所听闻的功德，皆能够回向在此地的所有的万姓万灵十方法界众生。也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蒙熏，能够将法语的注入到我们的内在，将我们的大脑里面所有的种子记忆展现出无量光无量寿。也希望我们今天能够来到此地的，希望能够有祈求的这一些刚刚有跟我提的名字还没有写上去的，也希望他们都能够让生命的种子回归本位。最后我们非常感恩，将所有的功德呢做一个大荣耀，回到本位，回归本位，让一切的荣耀功德尽兴回到西方极乐净土的教主，在此一切感恩圆满。好，谢谢。